把门关好，大哥，我知道钱在哪儿，我去给你拿。 大哥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少废话，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就这么点钱？转过身去！哎，大哥，你现在最多算是盗窃，就判3年。如果你伤害我的话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我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。 为了孩子，我也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不是饿了？这个是我老公给我买的水果奶盖沙琪玛，我刚才冰箱拿出来，您快趁热尝尝吧。你要喜欢吃，这些都送给你了。那这还挺划算的。 美女，这钱，还有这车，还给你。哎，大哥，你别摘口罩，我不认识你。美女，谢谢你的沙琪玛。